突发状况。我不知道你们出什么事了，刚才给我通知说先去开个大会。干什么？快点！队内召开紧急会议。依据纪律条例、飞行员管理规定，紧急研究决定，对做停飞处理，立即收拾行李离开部队。五班车辆已经到达楼下，请立即收拾行李，5分钟后出发。